结果先生反对独裁、共产、专制，更反对台独、反独保台，是经国先生的重要主张跟路线。民进党的保台不是保台湾，是保台独。民进党是用台独害台。前几天蒋经国总统纪念图书馆落成启用，那当天蔡英文总统也来参加，他从头到尾的致辞并没有肯定蒋经国总统，而特别只强调一句话，开放给人民决定，这是哪一种的参与的方式。而民进党各方的批判、各方的攻击更是充满矛盾，更是对经国先生的侮辱、经国先生的攻击。台湾经过这么多年政党轮替、民主时代，多次的民调最受肯定的、永远民众最敬重的，就是我们经国先生，就是我们经国总统。而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，蒋经国路线就是中国国民党的路线，经国先生最强调的就是要能够捍卫中华民国，能够保卫台湾，能够建设台湾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要民主自由的爱台湾，每一项都是我们坚定的立场。而民进党或者是蔡总统愿意跟随经国先生的路线，我们绝对欢迎，但是不要扭曲经国先生的立场跟路线。经国先生反对独裁、共产、专制，更反对台独，他多次强调台独是会害台湾，所以反台独、保台湾、反独保台是经国先生的重要主张跟路线。民进党的保台不是保台湾，是保台独。民进党是用台独害台，经国先生是用反独真正的保台，这是很清楚的。第二，经国先生晚年开启台湾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，朝野政党就是要相互尊重民主自由，而民进党这几年清算斗争在野党走向民主独裁，这完全不是经国先生的路线。经国先生希望民主开放，而不是民主独裁。第三，大家最肯定的是经国先生推动十大建设，建立新竹科学园区，包括台积电在内，他是真正建设台湾的总统。而民进党这几年在经济上是明显的掏空台湾，请问蔡英文总统，请问民进党，你们现在每一天讲的护国神山台积电，那是经国先生创建的，而民进党有没有护国神山？我看是没有，确实有一个护党神话高端。最后，两岸关系，经国先生晚年开启了两岸交流对话，而民进党却是全面的交恶对抗，一个追求和平，一个可能会导致战争，这个都是非常清楚的差异。而国民党一定秉持经国先生的路线，追寻民主自由，捍卫中华民国，反对台独，两岸和平交流对话，真正的保卫我们所热爱的台湾。